若您一厢情愿的让他娶了旁人，那他这辈子真的会开心吗？放肆！母亲，今日带真儿来拜访您，一来是来向您解释当时在程院初见时候的误会。那时啊，我还在调查城西渠一案，以富商的身份去梧州查案。沈甄为了给父亲洗清冤屈，自愿以妾的身份随我去查案。那时他只是装扮好，恰巧被您看到了。那日沈甄在城院确实鲁莽，冲撞了长公主，还望长公主见谅，一点心意不成敬意。打开看看。挺别致的。哎呀，原来是一场误会啊。你不提我倒是快忘了呢。就说了不用担心。你刚才说一来，那二来是什么呀？二来就是见过长公主，许巍出现了。你有公事要忙啊，那你就去吧，我和沈二娘子说说话。那就拜托母亲多照顾下沈甄了，我去去就回。甄儿，你多和母亲聊聊天，你是最棒的。去吧，公事要紧，快点去吧。走吧。沈二娘子在。今日我儿实验带你来见我，是想向我表达心意，说明你们已经情投意合，缘定终身了，是不是？我与陆廷尉是真心的，我们真心又如何呀？燕儿身为镇国公府的世子，你觉得他如果娶了一个罪臣之女？我父亲不是罪臣，陆廷尉已查明城西渠一案是被人陷害的。我听说你之前被当作杀人的嫌犯，坐过牢房，甚至还差点害得燕儿为你丢了性命，行为处事鲁莽冲动，你所谓的真心就是让他为你处处设险吗？我不是。沈家现在已经是一介平民了，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配得上我们镇国公府啊？是，人人都很清闲，生在皇家是何等的荣耀，却不知一生与权势相伴，是福也是祸。所以燕儿的妻子必然是，也只能是一个拥有强大家族权势的豪门贵族，他以后的路才会更好走。你一无所有，你的真心你的真心会给他带来什么呀？不论是皇家还是布衣，一生都不会毫无波澜，总会有起有落，在利益面前难保不会有人因私而横生枝节。而长公主所依赖的权势和地位，就真的能够稳固如山，牢不可破吗？沈甄认为只有两人真心相待，才能真正的不离不弃。若您一厢情愿的让他娶了旁人，那他这辈子真的会开心吗？放肆！今日前来，沈甄唐突，告辞。还挺有性格。苏小伟，
许巍已经进了温香院。我去温香院，你马上通知周御史。哎，好。请您再入府一趟。